好，49题。A hypothetical atom has energy levels uniformly separated by 1.2 eV. At the temperature of 2000 K, what is the ratio of the number of atoms in the 30th excited states to the number in the 11th excited state? 假设呢，有一个理论上的一个假想的一个原子啊，这个原子它的能阶非常特别，是均匀分布的，均匀分布，每一个能阶之间的间距是 1.2 个电子伏特。现在呢，在 2000 K 啊的温度下，请问第十三能阶，第十三激发态跟第十一激发态，它的数量的比值是多少？好，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呢是并没有讲特别的状况，所以我们把它当作是在一个平衡状态下，在一个温度环境是环境温度是2000 K 凯氏温度2000 K 的一个平衡状态下，那么这个原子啊，这原子当然有很多哈，有很多的原子，每个原子都一样，具有相同的能阶的分布啊，都是均匀能阶分布。那么会处在高能阶状态的原子的数量，当然会比低能量状态的原子的数量还来得少，而其分布的原理呢，我们是。因为这个是我们在这边呢是假设在非常高的温度下呢，它是以一个波兹曼分布啊，波兹曼函数是 exponential 负一除以 kT， 其中这个一呢就是能阶的大小啊，所以究竟在某一个能量状态下，有多少的原子会在这个能量呢？是跟这个 exponential 这个因子成正比的。好，我们在这边大家请记得，我们这边是成正比，所以只是一个相对的几率是 exponential 负一除以 kT， 我们并不知道绝对几率。如果要算绝对几率，我们要把几率归一化之后才知道绝对几率，所以这个只是相对几率啊。所以相对几率的意思也就是说，我知道某一个11跟13的能量是多少的话，那么他们这两个能阶的原子处在这两个能阶的数量比我就知道，因为根据几率的比值我是知道的，因为在算这个几率比值的时候呢，这个归一前面的归一化常数会消掉啊，所以我们要算比值的时候 N13 除以 N11 的时候啊，换句话说是 exponential 负113除以 kT 再除以 exponential 负11啊除以 kT， 那彼此都有一个归一化常数就消掉了，然后就变成一个能量差的一个指数放在这个地方。 OK，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很快的写下来，能量差是113减掉111，那因为我们现在的能阶是一个均匀的分布的能阶，这两个状态差了两个量子数，换句话说是 1.2 乘上两倍是 2.4 个电子伏特，所以 delta 一是 2.4 电子伏特，而 kT 呢， kT 是波兹曼常数乘上温度，我们知道这两个相乘的结果的能量单位当然也是的这个物理单位也是能量单位，所以既然 delta 一写成电子伏特，我们也希望把 kT 写成电子伏特，这样除的话就不用再换单位了，所以 k 乘 t 用2000 k 乘上波兹曼常数，波兹曼常数如果以电子伏特除以 k 这个单位来表示的话，是 8.62 乘以10的负二次方，所以用这个常数乘上2000之后就得到 K
KT 所对应的啊能量单位。现在我们有的德尔塔一，有的 KT， 这两个相除就是这个指数，就可以把这个 exponential 因子就算出来了。所以就是这样子，就这两个相除是九乘以十的负七次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第十三个能量状态跟第十一个能量状态的这个原子数的比值呢是差的非常非常多的哈。啊，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波兹曼分布的应用。好，这是第49题。好，我们再来补充一下刚刚所讲的这个相对几率的问题啊。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假如有一个能阶叫 EI 的话，那么 exponential 负 EI 除以 KT 呢，是这个能阶与其他的能阶被占据的相对几率，就是用这个。如果要用绝对几率来讲的话呢，我们假设考虑一个归一化常数 A 之后呢，就是绝对几率了。所以 A 乘上 exponential 负 EI 除以 KT 呢，就是这个能阶被占据的绝对几率，也就是有这么多机会会被占据。那 A 呢，要考虑所有能阶作为积分之后啊，必须等于一，那么 A 就会是一个归一化的常数的，表示几率守恒，总体几率为一，所以 A 只是一个啊考虑几率守恒的一个啊常数 A。这与我们在前面做那个波函数的归一化啊是一样的道理，因为波函数的平方呢，我们把它定义为一个粒子被发现的几率，所以在那个地方我们也做了一些归一化的这个计算啊。好，所以如果有一个绝对几率已经知道对某一个 EI 能阶，我们已经知道它的绝对几率的话，再乘上全部的原子的数量，几率乘上数量就是该能阶有多少颗原子啊，在该能阶上。所以对 I 能阶会有多少颗原子呢，我们就透过这个公式可以做算出来，主要就是这个波兹曼函数啊。那么对另外一个能阶，如果是 EJ 能阶的话，它被这有 NJ 个原子在 EJ 能阶，也是用同一个函数来表示。所以这两个能阶的原子的数量的比值呢，就把 NI 除以 NJ， 右边也跟着相除，所以 NA 就会除掉了。所以这两个相除的时候，指数相减，最后呢就会得到负的 EI 减 EJ。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delta 一啊 ，delta 一啊，所以负的 delta 一啊，好，所以这个就是啊，我们在用这个公式可以了解是从这样来的哈、啊。其中有一个归一化常数，当然还要乘上总的原子数，就是该能阶的原子数，一个基本的观念啊。